还不来吗？他抓到了吗？哎，我是真累了，我在看电影。我在里面放个枕头。那这儿没有枕头，这里面没枕头。你拖哪儿的？他都看不见。门后，门后他都看不见。啊，他眼睛在了吗？这里面很好躲哎，不能进，盯着。猫和老鼠，猫和老鼠是这么玩的吗？这里面很好躲哎。他都不敢去，我跟你说他都不敢进去啊，太黑了，估计他这不是有点菜。有些微妙。我还是在里边吧，我不想透气了。你怎么提的裤子的高度都跟刚刚不一样？你给我好好提，你刚出来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刚出来明明提到这儿，现在提到这儿来了，你再一会儿呢？就这儿吗？这一块吗？这块叫什么吗？跟腱，不是吧？跟腱，是吗？不是，三次猜完了是吧？猜完了，浪费我时间。你们为什么还要做无谓的挣扎呢？出来。啊！去哪儿了呀？这是二楼没人了。他走了吗？他走了吗？然后看不清啊，看不清，其实看不清，看不清，真的看不清。我那个地方才最好给你看，你来看我们那个地方。我是躲在柜子里的，你来看这个地方。那咋？你猜我躲到哪？不是这儿吗？不是，这儿。我躲到这下面，然后只要把门这么打开，这么打开，全部这么打开。那怎么被发现了？因为我自己动了，砰砰砰砰声音，他就过来发现了。他本来没打算看这儿的。他是这样的，赫过来先往这边，他把我不是，他把我搞到了，我帮他转移了注意力。赫是这样的，他过来之后先把这边拉开了，我感觉到拉开之后他就直接拉你那几边，因为这两边是打开的。我们团战好厉害，上不去啊，团战好累啊，怎么出来？你怎么出来呀、啊？你卡视角盲区吗？对啊，我想一想看，如果没开的话，看不到吗？看见了，看见了。大雪，
你说你能从这个窗户那跳到对面去吗？你过来，你从这儿跳到对面去可以吗？跳到对面那个院墙上。知道我可以。咦，轻功啊，张哥。哎呀，旁观者细雨。你知道他们躲在哪儿吗？我肯定知道，我从负一下来了。一下就上来啊？没地方藏了。为什么不打破墙？我可以带你走。走哪儿？走起来！耶、yeah ！他太菜了，这就不适合当猫。没有，我是怎么被找到的？是因为我自己在那儿摆弄自己的裤子，因为我的手机发生了叮咚一声，我说我要把它关静音，然后在那儿咚咚咚咚在衣柜里面。真的，其实真的就是。聊起来。张哥别睡呀、啊，张哥别睡，就这儿。是啊，我在等小贺呢，我在等小贺。四十三。啊，我没看到。应该多待久一点。对，再多久一点呢？对。所以我刚上去他就出来了。对啊，他出来躺了一会儿都。张哥来杯茶。你刚不是很拽吗？对，拽不拽？张哥来干嘛？不让他拍照吗？我淹了！刚刚谁踢了我一脚？是你吗？是啊。给我弄！我淹了，差点。没的吗？没的，我打。背了。刚才那边下雪，很爽啊，我受不了。谢良天，让你一站起来。我们一般是什么？我们现在就是烤肥羊，吃羊肉汤锅。三二一。
接说好吧，怎么可不可以？我觉得很舒服，怎么说来着？斯巴达卡吗？我来给他，我先吐口水。这个三星的，你吃辣椒流口水。不是我有点爽的时候，是情不自禁的时候，情不自禁就跟我睡觉一样，我感受不到就跟我。昨天看的那个视频就是这样说的。几个？快！嗯，就是这个。你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功效吗？开怀大笑，长命百岁。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哇！越来越开心。咱们按摩。不要按。不要你按的舒服，就要你按的开心。嗯，开心吗？再给你来个中式。不要给我来中式了啊！确实没必要离我这么近。你这个不坏主意。哼，真不行。我还在肚腩上呢。我马哥上一天按完之后，觉得我比那个泰式的那个斯帕那个按的好一些。来给你试试。哦哦哦！好多。One down for you。晚安，马卡巴卡。